这是我最后一次比赛了，再见国际羽联，再见我挚爱的羽毛球。我们只是选择利用规则放弃比赛，运动员的伤病你们懂吗？你们无情地打碎了我们的梦想。8月1日，世界羽联决定剥夺于洋、王霄礼在本届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后，于洋在自己的微博上如此表示。伦敦奥运前2012，当时另一方于洋的队友王霄礼也表示，你们不完善的赛制却要我们买单，凭什么？于洋、王霄礼被取消奥运参赛资格，无疑是本届奥运会上最为轰动的话题。